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在游戏里面骂人我们都见过很多，但是你见过辅警玩游戏骂人吗？昨天我就刷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辅警在下班打王者的时候直接开麦骂人，甚至还主动爆出了自己的警号，表示线上单杀自己又怎样，有本事来线下单杀自己。随后他爆出了自己所在派出所的详细地址以及自己的警号。说实话，这名辅警的行为确实非常欠妥，骂人算是小事，但他居然把自己的警号和派出所地址都报了出来，瞬间就让事情的性质变得严重了，这无疑是影响派出所的形象，随后他就被派出所解雇了，派出所让这名辅警办了离职。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啊，因为一局游戏搞的工作都丢了，恐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这个事情其实也给了众多网友一个提醒，游戏里面还是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吧，最好不要动不动就骂人，队友实在很烦的话就把他屏蔽了吧，我们玩游戏主要是为了开心，别忘了这个初衷就行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辅警骂人被辞退呢？